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NL 爱画笔的小金，爱模型、爱科技、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我带来的这款模型呢，是一款拖拉机的模型啊，是一款这个1:16的这样一款福特的双头的这样一款拖拉机啊，这一款应该也是绝版的啊，在闲鱼上淘回来的，不容易啊，这是从哪发过来？我看一下啊，从河北发过来的啊，我在我们徐州啊，哎呀，买家还是挺不错的，给我发了个顺丰啊，非常不错啊，看你成色怎么样，当这个有年头了啊，卖家说这个有些起皮的现象啊，发之前给我拍一些视频，我看一下啊，还行啊，但毕竟这玩意也绝版了啊，咱们要求也不能太高，能在闲鱼上淘到呢，觉得还是很幸运的啊。哇，这包的还挺不错的。哇，好，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抽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款 UH 的 Universal Hobbies 的福特的Dome Triple D 款的1:16的这样一款双头拖拉机，来看一下啊，做的还是很逼真的，正面这边驾驶室方位。以下的话有一些介绍，看一下，这是一些，这也是中国产的啊。OK， 我们好不说，我们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啊。这个其实也不便宜啊，这个要400多，不到500块钱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 top 上面，这个是下面。细节还是很不错的啊，这些应该是不对的啊，这是一个小的烟囱，看一下，这里写了一个字啊，让你小心一点。反正就是要你认真阅读这些说明书啊，不然就很容易损坏了。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 logo 啊，大家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。这个烟囱可能插在这里了，这个管线很逼真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后面还有一个拖头，上面一些警示的标语，哇，非常不错，成色还是不错的啊。那我把它看怎么样把它拿出来啊。注意看这个连接感，做得很逼真啊！
这个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吧？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驾驶室的仪表盘。这些细节，还有拖拉机头，全部这个格栅，底盘，非常不错，真是无从说起。关键再玩一绝版，知道吧？多贵你都买不到。看看这边。发动机舱还可以这样换个边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把这边打开，能够看到内部发动机的内构啊，这应该是柴油机，这边还有电瓶，一些小的线都保存的非常完好，然后这个换挡的这些杆把手。前部也是啊，非常好。轮子可以转的啊。OK。OK， 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KYL 小新。今天分享的是一个1:16的福特的双托头的这样一个拖拉机头模型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